好，接下来是练习题哈，同学你自己练习做。焦点呢是五根负五，五零负五零，二十六为长走长，好，为长走长，好，所以呢，它焦 FF2 呢，FF2 呢，它是在 S 轴上，好 ，S 轴上，所以这个图呢，很明显可以把它画出来哈，很明显的可以把它画出来哈，很明显的可以把它画出来，椭圆，啊，那呢焦点呢，这是五，啊，那这呢是负五。长度是26哈，除以二啊，所以这边呢是13哈，这边是13啊，那这边呢是负13啊，那这是中心呢是原点，焦距呢是等于五啊，焦距等于五，所以我们得到 A 呢会等于13啊，C 呢会等于五，那我们得到 B 呢会等于根号 A 平方减掉 C 平方，A 平方减掉 C 平方啊。那会等于根号20，13169哈，169减掉哈25哈，减掉25哈，会等于哈，会等于哈，144就是十二哈，就十二哈，所以十二，所以方程式呢很简单哈，很简单哈，会等于一哈。那我们方程式呢就是 a 平方，这边呢是 a 平方。a 平方 x 平方再加上 b 平方 y 平方会等于一。好，我们这个方程式来解哈。这 a 呢是13啊，是13，平方呢是169 x 平方啊。b 呢多少？是12，是144啊，是144哈，144啊，那是 y 平方会等于一啊，那图形就这样子哈。所以呢，这边呢，这边是12啊。这是十二啊，十二，这是十二，那这边呢是负十二啊，负十二啊，负十二啊，它图形大概长成这样子哈，这是 x 轴啊，x 轴，这个呢是 y 轴啊，这是 y 轴啊，这是我们的练习题啊，练习题啊，就参照我们的例题啊，把这个啊答案呢给它找出来啊，把这个答案给它找出来。